啊，先随便。先随便种啦，等要砍树插件再来说啦。总算，哎呦，看一下哦，我们现在要土的话，蕨类加死。蕨类是，我把这水移掉，我们移去下面好了。要去拿蕨类，是蕨类啊。现在有点一二，然后这个，那还是什么？蕨类加烧过的石头，一二，
摸一下哦，手上不知道为什么被咬。欸，如果他这样子的话，我可以用这样赢吗？好像可以，等一下喔。草地用赢的，
被蚊子咬好多包，我的天！就鹅卵石制造机要移过去了，反正钓鱼机在那边。好了，十点了，差不多先这样子了。那我私下再慢慢挖鹅卵石。那明天应该就盖自动钓鱼机吧，然后再把土蔓延出去。应该这一片都会是树啦，都是土，这一整片都会是土。好啦，那今天就这样子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去那边结尾吧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开得快八个小时，哎、欸，快了哎，还有五分钟，八小时，我再撑一下好了，我再拖一下时间，这个可以打掉。我下去啊！
会隔五隔是因为那个那什么项目的叶子刚好是五格，所以他们种好之后树叶是会连成一排线。就这样。这样子才能让叶子有最大化，掉落最大化。我没有拿哦。会啊，会有神木啊，只是。就都是几率啊，18，神木没差，因为我现在砍神木也比较好看，18个，因为你们不太爱看。看鹅卵石，所以我还是私下砍挖鹅卵石好了。照样不能共同耶，屁啦，喷那么远。最边边外围，我应该就围栅栏吧，不然好危险。想一下哦，那最外围，那就这样吧。算了啦，
好了，真的要关台了，不然结束不了。好啦，那就明天见。明天白天应该还是开这个吧？不是应该，一定会开这个啦。那拜拜，拜啦拜啦。